挑战三句话，记录美食生成员。奶茶，挑战不生气的第一天。奶茶的挑战不生气，嘿嘿，有本帅哥在，奶茶绝对挑战失败。奶茶，你是美食村脾气最差的女生。对呀，世界如此美好，我却如此暴躁，这样不好不好。是吗？可是我听说汉堡又在村头加小姐姐迷你号喽。什么？最近耳朵不好使，什么见听不见？可恶，这臭奶茶居然装听不见我讲话，那么我只能上大招了。汉堡喜欢灯。灯什么？没什么。我问你，灯什么？我说，我饮酒点孤灯，我饮烈酒点孤灯。说话叫小废话。小伙伴们虽然挨了一顿打，但是奶茶挑战成功。小王子还不简单。小王子瞧好了，这是你最喜欢的奥特曼手办吗？对呀，这可是限量盘。咔哒，我踩。小王子，对不起，我弄坏了你最心爱的手办。完了。嘿嘿，这下小王子保准会生气。完了，辣条，这手办这么硬，你踩上去脚下不疼吧？什么情况？小王子，你这都不生气？哎呀，辣条，我知道你就是故意引起我的注意，肯定是因为我最近一直陪果冻玩，没空陪你，你吃醋了对不对？哦，是吗？上大招。小王子，刚刚我在那边看到果冻在和别的男生玩游戏哦。什么？汉堡还是番茄？你帮我看看我这头上是不是绿了。人间的青草地需要浇水。阿哲，不管了，一律嘎掉。你可别把我逮住了。哼，男人的嘴骗人的鬼。小王子挑战成功。布丁，我布丁，我是美食村的好脾气，绝对不会因为别人的两三句话不生气的。是吗？你都不用我出手，召唤葡萄。我来。以我男人之间的决斗，那葡萄来干嘛呀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布丁的意思是说他不想看到你，葡萄。什么？臭布丁，你是不是就想看见奶瓶啊？我没有。臭葡萄根本就不懂我。你不说我怎么懂你啊？等，不需要说。你说了我不就懂了吗？什么懂不懂啊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不管了，布丁挑战成功。小了。哇塞，辣条，你今天穿这么帅气干嘛呀？等一位美女啊。什么？辣条，你竟然敢背着我约美女，给我死。The club isn't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rs, so the bar is where I go. 小辣，我说的那个美女是你呀。啊，这下次说话别说一半，我先溜了。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啊？